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板桥的早市。板桥早市，对。我们刚刚是不是去了果菜市场？对，刚刚去了果菜市场，因为我很累，睡过头。对，你俩去的时候都没有。没关系，反正那边不适合我们，因为我们的量太少了。对，我们应该要找个。要找零售。对，要找零售。我们刚刚去都被看不起。对，被看不起，连警卫。啊，你不要这。连警卫都瞧不起我们。他说：“啊，你哪家餐厅？”门卫都瞧不起我们，好吧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找鸡肉摊跟鱼摊，还有菜的，对对，好，我们去找看看。对。菜市场没有要我们的鸡，因为菜市场都是土鸡，我现在知道。然后都是好的鸡，都是好的鸡。老板有卖鸡胸肉吗？有，那就是啊。那鸡胸肉一斤现在多少钱？有骨的90，没骨的110。那现在鸡哪个部位最便宜？最便宜哦。嗯。鸡屁股吧。不是，因为我们要卖便当，我们要卖便当，卖便当哦。你们不是，你们要用养鸡，不是用这种鸡。一般便当炸鸡都是用养饲料鸡啊。对对对，不是这种。那加五饲料鸡，加拢无，你要大市场才有。好稀哈。对对对对。好，我们便当也是好的鸡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只是肉种不同。对。对啊。那怎么办？这样子我们要换市场。对，现在遇到瓶颈啊。嗯，瓶颈是鱼超贵，我以为那个肉鱼一条10块左右而已，结果一条多少？60。然后老板建议我们吃鲨鱼肉当，鲨鱼肉一斤22块。我跟你说，啊，今麦上俗的鱼啊是啥物鱼啊？哎，有咧一只20块。这是什么？鲨鱼肉。这是鲨鱼啊？小鲨鱼，是用鲨鱼肉来当便当的主餐。做穿汤。问导游。我只看过鲨鱼肉问的瓦沙米，我还没有看过鲨鱼肉拿来当便当的主菜。那好香啊！怎么办？那我们的肉，那只能去大市场。这样子我们真的要跑两边。如果要跑两边的话，我们就不用来这种市场，我们就可以去批发市场，一个人买青菜，一个人买肉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们人明天。可是我觉得肯定有这种。好，我们再找一下。那为什么？我们再找一下。